大家好，那今天我们来学习课文《地球妈妈的时装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生词。我们知道这是太阳啊，这是太阳。然后这个我们可以叫太阳系。那太阳系里面呢有两个星球啊，这个是地球，这个是地球。那在地球的不远的地方，这个我们叫它木星，地球和木星。那我们今天的课文呢是地球和木星的对话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生词，时装，请跟老师读，时装，时装。那时就是时尚的，很漂亮的，很流行的。装就是服装、衣服啊，时装，时尚的衣服，时尚的衣服。那我们看啊，他们穿的衣服都很时尚，我们可以说时装。那常常呢，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时装秀，时装秀。下一个生词，外套，外套就是外面穿的衣服，在外面穿的衣服啊，我们穿在外面的可以叫外套。那这个是围巾，围巾。下一个是连衣裙，连衣裙。好，那再读一遍，外套，围巾，连衣裙。好，下一个叹气啊，看他，他在叹气。那我们常常说叹了一口气，叹了一口气。那我们在很累的时候，我们会叹气。还有什么时候呢？我们看这个孩子得了零分，那妈妈看到了，他怎么样呢？叹了一口气，好，那看见妹妹得了零分，妈妈叹了一口气。下一个，不断，请跟老师读，不断。不断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停的，一直做什么事情。那我们常常说不断的做什么。那我们怎么才能实现愿望呢？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啊，我们要不断的学习。那一直学，不停的学习，那我们可以说他不断的学习终于实现了愿望。他不断的学习终于实现了愿望。好，我们要注意不断的啊，这里再一个废弃，废弃啊，废是什么呢？没用的，已经没有用了，我们可以说废，废弃就是这个。
这个对环境不好，会污染环境，这是废气啊，没有用的气。那我们也可以说废水啊，我们用过的要扔掉的水叫废水。那我们还有什么呢？废纸。下一个皮肤，好，请跟老师读皮肤。那我们看啊，它的皮肤没有水了，它的皮肤很干燥啊，它的皮肤很干燥。那看它的呢，它的皮肤怎么样？它的皮肤很好，它的皮肤很好。下一个融化，请跟老师读融化。我们看什么是融化，这是冰。这是冰，很热的时候冰会怎么样呢？融化成水啊，这个冰它会变成水，我们可以说融化。这个冰融化了，冰融化了。好，那相反，结冰。那我们看这个水很冷的时候，它会变成冰，那我们说结冰了。好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生词，请跟老师来读一遍：时装、叹气、不断、废气、皮肤、融化、结冰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生词。